当兵放假入乡规，郭雪芙留宿小咖演员18小时。Dreamgirls 的三妹大战从2015拖到2016，相信大家已经看腻了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来聊聊感情戏。三个人当中，宋美琴已婚，阿芬有了阿东。如果你以为郭雪芙总是形单影只，很空虚寂寞冷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1月9号的晚上，我们看到郭雪芙的车开出家门，一路奔向机场，放下表哥郭俊宏一个人后，车子回到了内湖，但下车的先生，你是哪位？然后这位先生啊，又回到了郭雪芙家，经过了18个小时，隔天下午才从雪芙家离开，还戴了顶绿帽儿。呀，郭雪芙好像也有同款的帽子，该不会就是你给人家绿帽戴的呗？哎呀，有一就有二，1月16号这位先生又不出雪芙家，无三不成理。1月24号他又从雪芙家离开，而且机车还拉扯扒不动哈，停在雪芙家附近，只好靠朋友来帮忙。究竟这个人是谁呢？竟然一能开雪芙的车，二送雪芙表哥去机场，三大方进出雪芙乡规。经过了一番比对，我们终于发现，原来他是鼎鼎大名的艺高神少之一的林进哲。拍谁？他真的太小咖，所以连一个定卡的画面都没有哈。他比郭雪芙小6岁啊，现年21的林进哲目前正在当兵，难怪只有假日才会出现在女孩家。其实早在去年6月就有媒体拍到他跟雪芙还有朋友在 double date， 不过呢，那个时候媒体啊只注意到雪芙的腿跟脸，没有想到后面这个小屁孩哈，竟然能上了女神的车。之前郭雪芙曾说哈，巨石强森是他的菜，而林进哲之前拍广告以及演出《军中乐园》时也是主打结实的身材。人家说哈，假运气也够吧，就哈，看来雪芙的眼睛会不灵不灵好一阵子了。